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我们打这一架，免死。打女人不打，打爷们儿，纯爷们儿。 全军出击！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总有些蠢蛋想把你拉下马，他们抓着你的脚，把你的漂亮鞋子弄得一塌糊涂。学艺，不学艺。 哎呀，我学啥都一样，我学啥咱也打不着他，只能说别让他推线。忘记点那啥了。 忘记点复苏之风了。他好猥琐呀！我二级了，你就开始猥琐了呗？那不对呀。 那你不完了吗？你回来吧，哟，这都没拉到。哎，好难拉呀！ 跑得好快呀！你回来吧，你啪啪啪啪啪，打板溜，闪现啪啪，我死。 回来吧你，啪啪啪啪，打板溜，快救救！我没有 W 啊，可以帮我推波线是可以。 这不干他，这不塔下给我杀呀，兄弟！我给你扛塔就完了呗，多大点事儿呢？先给他来个护甲，还打着蓝枪就得跑得比他快，跑得比他慢，你让他疯去。 到六了就好杀了，这么稳，这不是稳，这是为了更好的杀了。
我跑得慢，碰不着，你罚不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可不是本。很庆幸的是，我不用和自己打。那不应该攻速海吗？我都致命节奏了，我还要啥攻速海呀？这么说吧，希望他这些年没有荒废。这边别让我拉着，拉着就死。塔下也能杀，直接塔下杀了得了。直接塔下杀了吧，你别跟他磨叽。耶，他清线有点快，回来吧呀。哎，我发现有点亏呀，这晚豪一技能没他普通攻击距离远，那这也太亏了。他能 A 着我，我 E 不着他。回来吧你，起飞了，八百妞，死不了。嗯，别动，对你有好处。本来都是很好玩的，直到有的人脸被砸进去。回家了，谁都说自己不喜欢冒，可谁又不喜欢看？我不会斜角翼。这斜角翼有啥不会？这不就斜角翼吗？这不有手就能用，就能用出来这东西吗？兄弟，我知道斜着比正着距离远一点儿。在我的场子里，认输了也不会。但是你不是得有位置吗？都是的，哎，单杀哎！那这蓝枪这波他也不用上线儿，蓝枪的游戏已经是结束了。Hello， 回来吧你，起飞了！
猿传送过来了。人们最讨厌的就是强者。我来拆塔了，拆什么塔？直接把他杀了得了。拆个屁，直接杀人。不让他上线，折磨他。我跟你们说，能最恶心他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塔下留一个兵，比如说这个炮车啊。你看，我现在放这个炮车过去，然后呢，让这些让呀，你快点过去，这没放好啊。让这些小兵打这个兵，然后呢，让塔砸这个兵，这样呢，这些兵就会全没。但是我这没放好，给他引回来了。回来吧你！起飞了！吃我一记！操！掏回来！这怎么回事？你没打着，我不是。这挺有意思的。回来吧你，马杜根。没有能打的人吗？来一个跑一个。又来一个。过年好啊。八八妞。打不着。哎呀不行，给我喷死了。护甲有点高啊，90多护甲，给我车轮战了，我操！三项之力，充能完毕。有需求的地方就有供给。晚豪的攻速如果不太快的话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我并不喜欢揍人，只是喜欢揍完以后。新英雄厉害吗？那怎么能叫厉害吗？那是相当弟弟了。
我可能所有英雄都会碰，但是这个新英雄我是真玩不了，主要他玩的还累。又是你，哎呦哇，你个老刘，回来吧你，啪啪啪啪起飞了，我去，真实伤害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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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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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有点脆。卡萨丁没蓝。扎他一刀，你看他连辅助都打不过。虽然这个派克装备比较好，下路六百我们吃了，现在上路六百我们也给他吃了。谁都说自己不喜欢抱，卡萨丁又来抓我来了。这卡萨丁，我不愿意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咏春，是真是不行了。你是真是有点狂了，我发现，这有点狂的有点过劲了，还敢过来找我？他在下路。对面全去下路了，那这波高地我要了。来个腹部动作，练练我们的腹肌。我打不溜起飞了，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咏春，掏回来，哇，这牛角的滋味还是有点痛啊。给我顶回去，涂完这个确实可以来个血伤。派克咋挂机了呢？啥叫来不及了？
那怎么还打呗？后回来。起飞啦！啊？螳螂这玩意儿不好对，你知道吗？回来，跟我绕圈儿是吧？操你哥了！喜欢跑，回来，来，我看看你有多少蓝来。来，我看你往哪跑啊？跑掉了，他往哪跑？他移动速度没我快，他往我们家跑，我必追上他。起飞了！偷回来，把毒根！哎呀！真是不让人动啊！爆流头啊！爆流头，他不给我控了吗？你这么想，我等流头技能放完，啊，或者是等他放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爆别人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跟你解释了，解释这么多也没有用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跟我俩玩，我刚才放了一个 R， 接上两拳，接一个 W 不就死了？我 W 六。进入三界为所欲为，好在托塔天王里。